这一次船上发生了什么事，不敢让人知道。一名印尼籍渔工杀害了阿美族，正姓船长等一家三口。前起立，被告是否认罪？不认罪。听说被告只会印尼方言 ，lawyer， translator。 你还帮那个外劳脱罪啊？你真的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吗？难道你一点也不在乎真相？老大力，老大力！